你没有见过的事情，也不一定不存在。一年前，就在这里，小柔被车撞死。一年已经过去了。我走在人群中，我就感觉到我一转头就能看到。你所真正看到的，那也不一定就是真相。林峰，我有办法，也许会有副作用，你愿意试试吗？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夜航船，下面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深深爱上一个女孩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跟她表白。我真的很喜欢她，我喜欢的都无法自拔了。收音机前那个他，您听见了吗？同时啊，我也想对这位先生说，爱情并不是生命的全部，如果承受不来，莫不如转身离开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，明晚都市夜航船继续聆听。快收起来吧，小柔的节目结束了，最后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回来了。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，邓丽君，大家晚安。喂，林峰。下班了，你不会来接我？我这打不到车，我准备去前面路口看看。你再陪我聊会儿呗，我一个人不敢走。那你唱首歌给我听呗。Oh